大学新闻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校刊，是学校出钱，学生办报，他不审核。我写了台大人的十字架，就是这篇文章让坚果先生看到，他就在成功岭为大专集训班在讲话当中就提到，现代的青年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。我很早就出道，在民国61年，坚果先生约见我。那一次会面，大家给我讲，你来选台北市议员好不好？我说我怎么选？我也没有钱，人也不够，很熟知。他说，只要有志，大家好来帮助你。所以我就是在62年竞选第二届台北市议员。余纪中董事长，他对我非常好，他说你要做广告也要用办公室来推动选举，你恐怕还是要筹一点点钱吧。既然你现在要选台北市议员，就不要做新闻记者。他就到会计师就拿了钱，有这一笔钱，后来选台北市议员就很顺利。等到选上以后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现在你不能再做记者了，你做主笔好不好？每个礼拜写一篇或者两篇的社论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会依照他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贪赃枉法，这个恩情我一生也不能忘。